小菊跟顺心先来跟我们腾讯视频腾讯微视的朋友们打招呼。我们就看着那个啊，你起吧。腾讯视频腾讯微视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鞠婧祎。两个人的这打招呼很特别哈，那因为最近两位在这个木南之给大家带来了不断的发糖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用一个小小的考验默契的方式来玩一个小游戏啊。我接下来来念题，你们两个人来同时说出答案就可以了。好啊。好，那第一题，两位谁 NG 比较多？ 指向也可以啊，谁NG比较多？三二一，好。第二题，谁出戏比较快？三二一。第三题啊，两位谁在剧组发红包比较多？是指什么红包啊？真实的红包还是？还有虚拟的红包吗？什么红包？我想说真实的红包吗？发红包，对，真实的红包，对，谁发红包比较多？ 忘了，大家都有发，开机的时候都有发。好，那接下来两位谁请客比较多？各自都吧，因为天气很热嘛，就是各自都会。请大家喝个饮料啊什么的，是吧？好，下一题，谁比较有偶像包袱？偶像包袱？哦，好行，OK。好，小菊认证啊，接下来谁的笑点比较低？来，三二，认证。 好，接下来谁发的朋友圈比较多？我。又是小菊。接下来，你们有拍过对方的表情包照片吗？表情包没有，没有拍过。害怕，害怕被殴打。那接下来，木南之即将跟大家见面了嘛？有没有期待过两位再合作一次现代剧？ 现代剧可以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准备了腾讯的企鹅小公仔，请两位在上面签名字。好，来。两位签到，对，签到一只上就可以。